我的丈夫是一个律师。被警方逮捕，说他颠覆国家政权。因为他们是相当于是像访民啊，然后你爸又去给他们辩护。我国的天网工程安装的有1.7亿台摄像头，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络。在它的一个大数据的这个系统，再加上地面的这些，完全就是有些人可以去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对人民的一种控制。去找我的邻居嘛，散布谣言，说我是卖国贼。因为伟平这个案子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，那时候怎么办？你自己要想想。嗯。万一有这个时候。你觉得有必要问这些吗？他们可能就是一群比较特殊的人群，有过类似的行为。公安民警执勤期间是禁止私人拍照录像的，对不对？雪亮工程就是我国为推进平安法治建设实施的重大民生工程。然后公安来做这个逃犯以及黑名单布控。在这个 APP 上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排名，也是给居民营造了一个比学赶超的一个氛围。这个失信对家人呢，或者说孩子以后升学。这是我爸爸的所在地奋县看守所。这个周末到现在，我们总共写了52份控告信。有时候睡觉的时候，可能做梦会有一种压抑感，就是很压抑，想出去。干什么？就是大声喊也没有人听，